这些想柠檬搭配咖啡默契却慌张大雨滂沱的片刻回忆重新被勾勒你的眼眸像天空蔚蓝清澈停下心灵刻小心的温热平行的风就像转了弯交集在灿光泽让人雕刻美好的轮廓把你所有梦境都夹在独家的角色无论云端海底机会奔向你瞬息万变世界想把你冲击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带您进入正片内容许力哥哎季总说让我先跟着您之后就多多指教好那个以后你有什么不懂的事随时来问我好那现在我有什么可以做的吗？我刚来，想多学习。等一下啊，我看看。行，那你先拿这几本回去看一下，有什么不懂的，随时过来问我。好，但我得先去趟人事，我待会儿回来。好。谢谢你的车。小宁姐真巧又成同事了是挺巧的我也没想到你会来拓展部因为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要在这里完成对了听说你跟我师哥也是高中校友你们熟吗是校友同级但不在一个班不是很熟那还挺好的要不然像我似的还得跟师哥装生疏避嫌怪麻烦的对了小宁姐我们这些员工的办公用品还有工牌是不是都你领的帮我也领一份为什么之前在大堂的时候就是一些没有转正的员工做这些事情现在是在拓展部我是客户经理助理你也是好哎小龙尝尝新买的话梅不是献殷勤的感觉小赵哥你跟小唐不对付啊没有什么对付不对付的挺好吃的第一天想请大家吃顿饭我在菊川订了包间希望各位哥哥姐姐赏脸光临这领导跟小兰的关系不一般啊你不用知道知道哥你什么都知道我们先过去了啊拜拜一会儿见小唐一会儿烧一段呗许力哥我还有点事儿你们要不要先过去我待会儿马上就到好没事哎静姐那个我跟小赵哥今天都没开车你蹭你个车呗不好意思啊姐的副驾驶呢只坐年轻的小弟弟自己想办法吧啊小图跟我走走求人不如求己坐地铁
好，等我一会儿，哥。不等。怎么了，小桃？师哥，下班了，他们都去了菊川，我们也走吧。他们已经去了。嗯，我特意等你下班的。好。对了，小桃，以后在单位还是叫我季总好。消毒啊！要不要给你消消毒？这都几点了，这老大和唐雨慧怎么还不来呀？师哥师妹成双成对呗，他俩肯定一块来。这儿啊？就是这儿。啊，抱歉。抱歉，各位，路上太堵了，我们来晚了。我坐这儿吧。啊。那我在那边。小唐，嗯，咱俩换一下吧。这是出风口，我这两天有点感冒，来。好，哥，你坐这边。哇塞！那师哥，人都来齐了，咱们开始吗？大家动筷吧。你来，小宁姐一直都是我前辈，姐你先来。好啊。这样吧，我先敬大家一个。各位，之前呢，在大堂我虽然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成绩，但是到了拓展部还是新人，之后呢还希望各位前辈们能多多照顾，之后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提，敬各位。放心吧，季总的学妹我们一定是要照顾的。其实我们清北同系的大部分都在金融系，那在金融行业说到我们戴瑞有七八个师弟和师妹都在我们这儿。徐丽啊，要不你都照顾照顾。季总说的对，你不能因为小唐是季总的师妹就对人家多多照顾，你这是看低了人家名牌大学的能力。再说了，能进我们拓展一部的哪个靠的是裙带关系？是是是是，怪我怪我，那个我自罚一杯啊。徐丽，你那么能喝，罚一杯够啊，罚一壶。行啊，那哥，那你赔一个。师哥，你尝尝这个。哦，这个特别新鲜，我专门要的。好，谢谢。哎，对了，小兔。嗯。我看仁济医院那个医生最近好像没来找你了，你俩是不是彻底没戏了？嗯。啊，没关系。这样吧，你跟小赵哥说说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我周围正好有几个不错的优质男青年。理想型啊？嗯，文艺男青年，长得倒是无所谓，长发披肩的，重点是要懂得跟异性保持距离，有恰到好处的边界感。嗯，有，我一同学弟就是这类型，下周我把他约出来，你俩见面好好聊一聊，怎么样？相亲啊？啊，好啊，谢谢小赵哥。那就这么定了。师哥没事吧？谢谢。师哥，你这理想型啥样啊？滚！小唐。啊。来来来。哎，哥，你少喝点，我酒量不好。特好吃，今天这地儿吃。好吃是吧？好吃。我专门订的。特别好吃。那我再加。你出来一趟，好啊。小唐。哎，我去个洗手间。喝一个。以后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啊，我能帮上的，我肯定会帮到。哥，你多照顾。没问题。嗯，干了。
情歌，你是那盏灯，我的路灯。我喧嚣的心声，在闭上眼睛那一瞬，多近几秒愿望里藏身。你身后的光速，让流动的空气升温，时间好像停顿。此刻私藏拥有 My feelings for you just like the rain。 刚刚是忍着什么？你的理想型标准吗？是忍着的吗？每个人不都有理想型吗？怎么了？我不能有啊。所以就去相亲。你就因为这个事儿叫我出来的？你先把我放开。小赵哥好面子嘛，那么多人在那儿，我不好驳他面子的，回头找个机会拒绝就好了。不用回头，也不用再找机会，结束以后告诉他。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会处理好。师哥，师哥，你在里面吗？季总，你还是好好处理处理自己的事情吧。你小师妹来找你了。师哥，你怎么从那边出来了？找错房间了，走吧。师哥，你在学校的时候说喜欢高马尾的女孩，现在呢？静姐，静姐，那个我跟响我俩下一场，赵哥没开车，麻烦您送他一下啊。我送？哎，对对对，我送不了，我跟你讲，我的车只坐帅哥啊。你送送送送，走，来走走。哎，不是。你怎么趴我车上？徐毅，送我回去。不是，赵方刚，你给我下来。任静，不好意思，我今儿送不了你了。你给我下来！下，赵方刚，我跟你说，我数三个数啊，三、二。师哥，你喝酒了，我送你回去吧。哦，不用了，平时都是小图开车送大家回去。哦，不好意思啊，今天不太顺路，我先走了，季总。不顺路？师哥，那我们走吧。喝前摇一摇 Q 弹爆有料的畅清谷物爆珠酸奶，提醒您正片即将开始。还以为他眼光多高，审美多好，结果心心念念这么多年的白月光就是这啊。既然白月光离得不远，当初何必找我谈什么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白月光送他回家，他应该很开心吧？还好赶上了。你怎么来地铁站了呀？你不是开车的吗？
车呢？你不愿意开，我就停在橘川了。那儿停车费很贵的，浪费。那也总比你不开坚强。是不是生我气了？我没有生你气啊，谁说我生气了？如果他真的喜欢唐雨辉，那我巴巴的问，岂不是自讨没趣？我来大姨妈了，有点情绪也是很正常的呀。是不是肚子疼？一会儿回去我帮你煮一碗红糖姜汤。随便。我帮你拿。不用，我自己拿。还说不生气。我问你个问题呗，你大学时期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呀？怎么突然想要问这个？不想回答就算了。没有什么特定的类型，只要是她什么模样都行。那你这不等于没说吗？清醒仗义，开朗自信。这是写在招聘启事上的东西。那我重新说，我喜欢的女孩梳着高马尾，笑起来笑声很爽朗。高马尾，那很多女孩子都是。哎，不好意思，没事没事，没关系，没事吧？啊，没关系。别动，我看看。就撞了一下，不用小题大做的。那正好，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说文艺男青年是你的理想型，认真的吗？我跟你一样，只要是他，什么都行。小宁，我给你煮了一碗红糖水。哦，你帮我放门口吧，谢谢。哦，好。对了，额头没事吧？没事儿，就碰了一下下而已。行，身体不舒服的话，早点休息，别熬太晚了。哦。趁热喝。我扎马尾好看吗？我笑起来爽朗吗？你没事吧？你是不是被盗号了？文艺青年。
我该努力成为你的理想型吗？你已经是了。喂，你好，戴瑞银行，想就上次贷款的事情跟您做个回访。啊，现在没时间，没关系，等您忙完了以后跟我说一下，我给您打过去，可以吗？哦，谢谢谢谢。什么？过分了，过分了！咋？是不是你？昨天晚上把我扔在地铁上，害我坐过了10个站，亏我平时对你那么好。徐丽，啊，过分了！不是我，那是谁？赵经理，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不得不说一下啊。昨天您死皮赖脸的赖在我的副驾驶上不下去，还吐了我一车，洗车花了200，微信转给我，谢谢。原来是你啊！真够狠的，你知不知道现在男孩子在外面也是很危险的。男孩子，你太高估自己的颜值了吧，你也太低估我们女性的审美了吧。赵经理，赵静，风水轮流转，总有一天你还死在我的手上。多谢你啊，看手势啊。唐宇辉今天没来上班。哦，他早上跟领导去园区二期拜访客户去了。老托，看你脸色这么差，累的吧？虽然备考很辛苦，但是也要劳逸结合。下班记得补个妆，哥带你相亲去。相亲？嗯，我昨天开玩笑呢。哎，小赵哥，我不仅要考试，我还要找客户呢，哪有时间想着相亲的事啊？现在想啊，我昨天晚上都抓紧联系了，总不好放人家鸽子吧？可以放，别有压力，有你小赵哥给你镇场子，别怕，下班记得补个妆。赵经理，以后离我徒弟远点。风水轮流转。知道发个微信。这小子太不靠谱了，迟到也不提前说一声。嗯，要迟到5分钟了，你别生气啊，一会儿等他来了我好好说说他。我没生气，小赵哥。有没有可能他有什么事儿，或者是不想来了，不好意思说呀？要不咱们换一家餐厅吧，我请你吃。咱们换一家餐厅。别啊，小兔，咱们再等10分钟。我昨儿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可积极了，这会儿肯定是手上有什么事儿，出不开手回消息。就10分钟，他要是再不来，这顿饭你赵哥请了。不用，小赵哥，咱不是事先说好的吗？有再急的事情，应该打声招呼吧。走吧。哎，他回消息了，他说路上发生了点刮蹭。半个小时之内一定能赶到。季总，他不是说不会特别关照吗？能，这园区的好项目还是落在自己师妹手里了。怎么又坐下了？小赵哥不是说你同学马上到吗？相亲啊。啊，好好好，我这就给他发信息催他快一点。好。还合口味吗？嗯，这红糖丝袜味儿真好。好吃吧？嗯，这可是我们季总选的餐厅，他选的味道肯定没错。季总选的真不错。张总您满意就好。嗯，这味儿是可以吧？
是，我跟你说啊，今天啊，咱们生意谈成了，园区马上业绩增长。尝尝。哦，我不太爱吃甜的。甜而不腻。谢谢。宁二位尝尝这个，这可是他们家的招牌。这味道确实不错，那菜估计小宁也会喜欢。多吃点啊，吃一点。好好好，谢谢谢谢。嗯，挺好的。你们尝这个了吗？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那我去设备一下。好，我尝尝。啊，你好，帮我加一份红糖糍粑，打包，走的时候我来取。好的，先生。嗯，谢谢。我可不是王婆卖瓜啊，我这同学弟弟真的很优秀，条件各方面的，跟咱领导有的一拼。他不仅完全符合你的文艺青年的理想性，最重要的是他长嘴，没事儿，哎，他就哄你，情绪价值给你拉得满满的。哎，放市场上啊，说不定比咱季大领导还抢手，是吗？季总啊，哎，领导，这么巧你也在这儿啊？我约了园区二期的领导在隔壁谈事呢。哦，你们刚刚说，啊。刚才跟小兔聊天聊兴奋了，一时口不择言，说的那些胡话你别往心里去啊。也不是胡话呀，我觉得小赵哥说的对，那人听上去是不错的，你给他发个微信让他慢点看，半个小时到不了我就等他一个小时。得嘞，那你俩要是真成了，那回头得请你小赵哥喝喜酒啊。那肯定的呀。那个服装企业的申请文件都改好了吗？嗯，差不多了，哎，我记得不是下周截止吗？你记错了，我说的是下午，不是下周。下午，下午都快过了。这样吧，明天改完一定给你。领导，你也看见了，我带小图在这儿相亲呢。一会儿我同学的弟弟来了，我人要是不在。他俩大眼瞪小眼的，多尴尬呀！我得留在这儿给他们打打配合。不尴尬，我不正好也在吗？等会儿你的同学来了，我来打配合。你配合？小图，咱们干营销的，摸白能力是基础。不就是第一次见面吗？你就把他当成是你的客户。多沟通，多聊天，多熟悉，肯定没问题的。我这就把他的微信推给你啊。哎，走了。小赵哥，小赵哥，我就在隔壁，有任何事情随时叫我。我跟你俩说啊，今天这大活谈成了，咱们至少进账两亿。你们俩都去先休息一礼拜啊。好，好，好，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呀，这次啊，多亏了宇慧的牵线啊。还得谢谢宇慧。是啊。那人来了吗？这菜点的也特别不错，你尝那个虾了吗？嗯，尝了，挺好吃的。我去趟卫生间。还去啊？师哥，你没事吧？
怎么不回我消息呢？没看手机。看来这人也不靠谱了，迟到了这么久也见不着他。这种相亲干嘛要来？你可以关照师妹，我为什么不能来相亲啊？这能是一回事吗？园区二期有一家企业非常有来头，唐运辉是主动请缨，说他跟那个老板有交情，我才带上他。那小赵哥还说呢，干我们这行的多认识一个人多条路，所以我才来的。你要是想要路，我可以陪着你一起铺，用不着别人。我可从来都没想过工作上要靠你啊。我说的也不只是工作。你继续。你赶紧回去吧，别让人家担心了。师哥，你没事吧？刚看你脸色不太好，要不我现在陪你去医院。没关系。喂，我没事儿，一会儿就回去了。没事就好。可是师哥，他们问起合同的事，我怕答错。我知道了，我现在过去。晚点我们回家说。我在网上查过了，生理期会让激素发生变化，容易让人胡思乱想。先点点吃的，一会儿我来买单，等我结束来接你啊。别生气了。点菜吧。嗯，女士请点餐。终于弄完了。小童那边还好吧？要不我赶快去瞅瞅呢。来，刷这张。来，弟弟给你一张卡。来，你也有一张。钱不够。那肯定有，我们这个也都给你，全都给你一刷，肯定有钱。姚经理，嗯，起床了。也有你喝多的一天啊，先生。花八千，嗯，他喝了多久啊？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花八千？是这样的，这位女士拿出的卡呢，都显示余额不足了。哦，所以现在这些钱要我来付？既然你们两位是朋友的话，能不能请您？不能。松手。你不成，松手啊！看这男的，明摆是不想负责任，真不够爷们儿。是啊，一看就是始乱终弃，想把女的自己丢在这儿，真够不要脸。我就不该进来。扫吧扫吧，扫快一点，我心里还好受一些。嗯，哥，给他倒杯水。哎，好。各位倒杯水。你说你身上随随便便一道行程都万八千的，还有上个季度、上上个季度也拿了不少奖金，怎么师哥连喝酒的钱都付不起啊？你怎么话这么多呀？谁失恋？失什么恋？你就嘴硬吧。刚才人服务员都跟我说了，跟你一起来的是个年轻男孩，扔下你自己走了。那又不是男朋友，
那就是消遣解闷儿的。失敬失敬，之前我还是低估你了。嗯，养一池鱼就为了解闷，那你们想想，你在人心里也就是个解闷的。那相互解闷不也挺好的吗？最起码不孤单，不寂寞。小方刚，还好有你，每天跟我斗嘴，有趣多了。喝着我拼死拼活的在你屁股后面奋起直追，我就是你一个逗趣解闷的，你也太看不起人了。小方刚，我跟你说，能让我饶尽消遣是你的福气。我谢谢你，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上次你把我扔在地铁站，这次我也不管你。不行，不行，不行！你过来，我告诉你我家的地址。记住了吗？你到底喝没喝醉啊？反正待会儿到家，你告诉我就行。出租。出租车，出租，期待跟您的正式合作。好，那咱们改天约。好，先走了啊。好，注意安全。石哥，那我先走了。啊，路上注意安全。行。是在胡思乱想吗？可万一我想的都是真的，而我又戳破了你的白月光，你的隐晦感情，那我们之后如何相处？我们的关系还能继续吗？一笑就傻乎乎的，唐雨慧那样的才是季玉恒的理想型吧？小晶，
among these memories, life has not always moved sailing. Say something to myself, I know you try your best. Don't be afraid, just be yourself. Another way, nothing seems so perfect. I thought the parts can replay. I'm always here to stay till you say the strongest part of you. Nothing can defeat you. I know time heals everything. Say something to myself among these memories. Life is not always more selling. Say something to myself, I know you try your best. Don't be afraid, just be yourself. Another way, nothing seems so perfect. But all the parts can replay. I'm always here to stay till you say the strongest part of you. Nothing can defeat you. I know time heals everything.先歇会儿啊！好，你们继续，继续。怎么这么厉害？你们说是不是有他喜欢的人在观战？能为他喜欢的人看有多优秀？师哥，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Go mom it， 笑声爽朗。Just like a rain， 潮湿又热烈的落下来。
baby, it's you.